你帮我拿，等一下帮我拿冰箱的东西好不好？喝一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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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喂喂，等一下我拿冰箱的东西好不好？好，正常的哦，谢谢大家。干，羞死我了。好，因为我刚刚把这个麦克风重新插了一下，就重开一下游戏，然后我刚刚一直在笑，我觉得实在太好笑了。好 ，He Zero 出干。C0201573 等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 subscriber。等一下，因为我刚刚 笑了一整笑了两三分钟，真是太好笑了，受不了。我快羞死啦！昨天要赌烂命，赌烂命。昨天给我一块，说要打不赢。还有 Usaki 243。多三田智和战、哦、昨天都没有去注意到，抱歉。ABC 8913 Chrome Black、哦、很多独蓝命哦，不是，好，差不多就这样子。昨天 subscriber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我要开始这个今天的工商啊、哦，这可能是我这个月最后一个工商了，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。好，诚如各位所见啊、哦，昨天我们抱怨了一个小时之后呢，果然开了一个女孩子给我，等级还很高。好。哦，从现在开始，只要是新干线的游戏，我都玩，好好玩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干，笑死我了，我是女生，开始，哦，真好玩 ，OK， 哦，我是女生，就一颗头，吓死我了，好，有了有了。OK， 我们现在登录了之后呢，我们初始职业是战士啊、哦，那就今天其实也不知道干嘛哦，干好猛哦，呵呵呵，紫刀哎、欸，等级30的紫刀，干进来给我这种煞气装，穿盾牌带，这个是什么披风？哦，还要给披风，是不是可爱的披风？缤纷的拼命披风，哦干。燃烧红岩战斗盾牌，妈开玩笑，他很装啊！我现在跟鬼一样哎、欸，打死你废！好，我现在跟鬼神一样，是可爱的女生，又跟鬼神一样，我换个职业呢。而且就觉得我战至31，真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女孩子可爱多了，可爱，这样不合理。这应该就是天，又就是做账号的 bug， 有没有？哇操！哇操！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。鬼神，来看一下游侠，可爱，有没有？鬼神，哎呦，这马甲高追。我还是要玩这个，我最喜欢玩牧师了。昨天玩了一晚，我真的觉得牧师很适合我。翻遍，我有时装吗？有，哎、欸，好像，哎、欸，它是套装时装嘞、欸，也是蛮炫的。女仆上装，谢谢大家。干，我这一辈子都要支持游戏新干线，受不了了。兔女郎派对服上装。干受不了啊！这辈子都要支持，唯一支持。还有拉拉队，啊！哎，你们要看什么啊？我人最好了，你们自己选吧。还有头饰，很多怪东西，喂，唯一支持。好，我看到第一个说女仆就女仆了，不会换了。
不要说没给你们机会。对，好丑。可是他五件套装好像有额外能力。哦，有了有了，七件哇，七件也有额外能力，我好像没办法上到七件哦。好，就这样子了。哇，当个可爱的女生，卡哇伊，卡哇伊，牧师修炼，我们直接去解主线好了。预知之灵，好，先来点技能，点技能，就是技能都不点，回复啊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神圣之光，补血。我要当一个战斗员，我敲死去废物。神之庇护。惩戒之祝福。守护之祝福。开玩笑，牧师呢？敲死。点了一大堆东西，补血的，进行强化，补血，摇篮区，好，没什么要点，点这个好了，点恢复强化。啊！我现在买，我敲死你们！这个 M Y A N I G I 啊，还有 P L Y P U Y 就拍两 ，Welcome，Welcome，Welcome， 点个什么就不要走出来。先去接主线，圣都努米纳城，这个我还不敲死你们废物！不这样。哦，不过城镇中移动速度，好像稍微有快了一点，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什么。好，不管。汤叉吹沙土。他们清理预知之灵，来，大家看预知之灵，耶，开机！哇，我的祝福好像变煞气嘞！好了！我现在这个可以敲三下了呢，不错。贱人，你给我出来！我他妈挥死你！好了！按错了。UI， 你干什么？下等的人类，去死吧！哎，干跑了，先跟他战斗。Good！哎，是不是？哦，好爽哦！想敲谁就敲谁，干贱人，你给我管！老脆暖观众啊，阿痛！哎，好爽！老脆暖太多了，嘟。这个可以打了，不行，它只是一个会动的东西，伤害增加 ，tons of damage。这是什么？移动速度增加，真守护真心的。据说他们现在伺服器有点累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
就喜欢这种一直回人家脸就可以了。我很喜欢这种来回攻击的攻击模式，看起来就很爽。看我还看不他妈敲死你！是雷安娜 ，Hello， 我还不他妈敲死你！啊哈哈哈哈！姐姐，光之时代，好吧，想杀死我的话，就放马过。哎，干啥不就跑了？靠背啊！哦，哦 ，sexy hot girl， 好，闭嘴闭嘴，让我过去。哎，雷安娜。好好，闭嘴闭嘴，让我过去。哎、欸、啊 ，I forget your ID。怒扇，甩巴掌。God God， 贱人。削你满脸，不然我觉得把人家削出去真的超好笑。哇！哀，你爹哀干！看一下招式，哇，好酷、啊！它可以让第一下进化、欸。哇，真好玩，耶、好，打一个这个大睾丸，闭嘴大睾丸叫什么名字？蜘蛛女王图尔拉，闭嘴图尔拉，我还不他妈敲死你！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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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哈！死不了人 ，good。啊操！白痴啊！啊死！结束了，一局无双宝石，我不知道在干嘛。Hello， 你是谁啊？干你是谁啊？讲话哦！公关 A 告干！好，离开。完任务了，可以出去了。轻枪松松，然后我要接什么？这里这里。我们得到一个悄悄话，他写着我要吸你奶奶，不知道官方人员有没有在看。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对我有非分之想，可以把他变掉啊，可以把他账号停权嘛，不然我就告死他。这个我一定告。王者废墟，这边这个是什么？他们中不得，人家上飞机去见敌飞机。哦，我好多支线。哎啊 ，Miko EX LF Two，Welcome， 先去练功好了。我觉得厂商给的这一套装备，我打困难都不成问题。好、哦，精气森林啊死！来困难一下。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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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哇，有点累哥呢，在我还没打到之前，你就已经受伤了。天马彗星拳，
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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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是困难模式，敌人好强哦！哎，新装备，僵尸守门人。轻轻松松。追冲！啊！生命力回复，真方便。哎，干什么？轻枪松松，这是什么？食尸鬼，食尸鬼，死灵。我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，干打死你！这如果是单机游戏的话，我应该会更快乐一点。滚，贱人，你给我滚！到底死不死？干出血！哦！哦，终于打完了，敌人多多。而且我发现我补血能力超差的，补一下都没几滴血。哦，没有心，我出血了，靠北。哇，这食尸鬼出血力好强哦，快射了！而且还有点累，但我喝水会瞬移。有一点累。哇！畸形僵尸巴罗亚。恶心！哎呦，够彪的哦！垃圾车来了，滚！上车，上车！
上车。你是他妈要不要上车啊？哦！欧啦欧啦欧啦！上车上车 good， 是不是上车的一集耶、yeah， 其实我也真的很想上车，嗯啊，没错，听到这个声音我就想上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成功的上车了。可是我好像还是31的，对，我还差一个任务才可以上31。啊啊死！好，穿爽了，换一件。宠物哇，就这个没有宠物。战士那个账号还有一些丑宠物，没关系，算了。来穿个时装。强化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可以干嘛？他穿兔女郎派对，兔女郎。好，这样看起来很兔女郎了。耶耶，就拍这张拍的，再去练个功。哎，哎啊！王者废墟精气森林预知之灵，知道吧？打个普通的精气之身哈。啊！操！再喷喷喷！啊！玩这个难度下面敌人弱很多。累个刀波在攻他脚，我还没出力，你就倒下了，金币增加，哇！等，发现那个补血的攻击力还不错。我是女生，如果我用这个账号去跟人家围攻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围攻真心要养，不给电话。妈死人妖！爽。我觉得这个全力一击还蛮爽的，有点累，不过今天是不是人这么多？
攻击速度增加。哎、欸，回溯去吃东西。被顶开啊！转圈！哇！啊！好，打王 leg。干什么？北七哦。Good good good， 兄弟。啊！要爆了。哎，他怎么不见？啊哈！喷了一堆精华，恶心，结束了 ，too easy。可爱，到底他妈升级了没？还没呢。看一下有没有任务接好了。领取困难以上，领取是怎样？是我已经过了，还是我要领这个来打？我要打一个经验值的，消灭劲敌。接这个好了。那现在好像有这个，就是活动，就是掉落率增加，金币掉落率，你就可以尽情的玩。我这个是一般玩家选的吧？一般玩家练，就是玩的时候就可以拿时装。像我这种。超级兔女郎不需要这些垃圾，我超级兔女郎，燃烧红岩重甲套装效果就火焰抵抗加死死，有屁用！好，虽然不知道有个屁用，不过呢，就我们加减啊，优良先祖优待装起来，我是女生。解任务，消灭劲敌。哎、欸，哇，超级拉回去打。妈呀！啊！啊哈哈！人数太多了，好，森林狼，记得以前玩 RO 的时候有这个森林狼，干，今天是 key 笑。看就不爽过去。哎、欸，开门啊！
开门啦、啊，给戏哦。这是什么？母猎猪精英。这伺服器是不是快爆炸啦、啊？人太多了，什么人太多了，受不了啦！我快要慢出来啦！就是现在伺服器状态。歼灭弹。一堆，哇！真是吵死！好，在一阵惨叫之中呢，我们又打到了这个屁股大睾丸的蜘蛛，它叫做蜘蛛女王图尔拉。死吧，图尔拉！乱吐，白沫。欧拉欧拉欧拉！欧拉欧拉欧拉！阿干！欧拉欧拉！嘿嘿嘿，超级慢速翻滚！哇！我是女生。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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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是女生，应该可以升级了。完成任务，升了吧？41了吧？31了吧？有了有了，31了，看能不能点技能，点技能。点技能，43等的可以升级，现在好像没有我想要的了。生活技能、收集系、生产技能、学习生产技能、炼金，我是炼金术师。真理之门，学习钓鱼，我会，我会，不用学，不用技能点数，我就会了。好，身为一个牧师，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任何的什么。杀小之类的，这个可以干嘛？其实我不知道这可以干嘛。哦，啊，这个可以干嘛？好，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可以干嘛，不过不要理他啊。无情打击。审判之水命中敌人的时候，会重置审判天堂摇篮曲、神圣冲击和守护之祝福的冷却时间。审判之水是哪个？这个，所以我只要 Q 一下，就会重置下面这些技能。这么好用啊！啊，我就 DQD， 削死你！
DQD， 哎、欸，有道理、欸，神圣断罪是不是？弦之铁锤，好，审判命中有烙印的对象后会引爆烙印，烙印。其实他有一大堆东西，我根本就没去看。我看还有霸体，完全没去看到到底有三小能力，我就一直按而已，打死你就对了。好啦，来接下一个主线，王者一废墟。我真的觉得我在城镇的移动速度有变快，干有奖有变化呢，赞赞赞！完成任务，刚完成了什么？为什么我刚刚一把我手手举起来，那么壮啊？I'm strong, yeah. 天堂摇篮曲，睡眠小幅度，使用天堂摇篮曲之后，提高移动速度。什么东西？神圣全能。好，所以我只要按下 Z 之后呢，我再按审判，哇，就可以让这个审判变成天堂摇篮曲。哦，所以我点这个技能之后，我也可以增加我自己回血的能力。点一下好了，点技能，神圣之关。我的卡在这边，史密斯把他卡卡了给。看，我现在超猛，我现在看到谁都要笑他的脸，气死我了。王者废墟，王者废墟进入。哎，先放个神圣全能，有哎、欸，我神圣全能之后，我 A S 跟 F 都有进化了，新技能，干你们死定了！一点意义都没有啊！我冲冲！啊操！哦，是不是想杀谁就杀谁？神圣全能，所以我确实我按我的 Q 就可以重置我的技能嘛。等一下来试试看。布巴德波拉，阿索罗。福大塞佛啦！啊 ，solo solo， 哎 ，D Q， 哎，真的哎，滴滴滴，哇，我就可以使用百万勇士，福大塞佛啦！我确实我的 Q 可以重置我的技能，好方便。抖了一下，跌倒了。滚，滚包有没有增加移动速度？就是，哎，还停住了。滚，滚，哎，一上去，一上去，滚。好大只哦，僵尸守门人。我觉得光是补血有伤害这一点就很方便。不止补血，我还杀人。还可以把人家削出去。人来就打。Tons of damage。哎哎哎。哎。哎。滚。好不容易拿到 Tons of Damage， 就路上全部都是小兵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食尸鬼！啊，累，累个了食尸鬼！我操
太轻松了。我还拿一个我的煞气的盾牌，可是被敲死了。啊！哦，歼灭弹呢？歼灭弹不知道可不可以带到里面去用啊？不行。没有。我出血两层呢，好痛。凯勒斯，留给你啊，原谅我。哎呀，不是，这是他的魔法很有效啊！消灭剑士奥勒库斯，看奥勒库斯你死定了！我拿我的神圣之锤净化你。出现的是奥卢克斯，哦，奥勒库斯。哎呦哎呦，这么煞气哦！这么累的状况下打这个很恐怖呢。进化你，操！啊，被进化了，受不了了。就是进化得意志。Hello， 你是谁啊？好，成功进化了，什么剑士奥沙小人，不理他了，先回去接任务。Hello， 哦，精灵长老，这应该2000岁，嗯，好。有苦的呀，我是女生，哈哈哈！他刚讲话还蛮好笑的。去吧，我是女生。好，特别强调一下，那什么东西可以玩呢？看能不能升到32等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这个丑恶污染地带没打过，直接看好了。阿基拉梅奈哦，丑恶污染地带，黑暗传送门，消灭劲敌，极限以上，困难以上，每日疲劳，呵呵呵，那写着疲劳，等他想你打完这个呢，你就会很累。这个，嘟嘟嘟嘟，进入，嘟嘟嘟嘟，哎，前进，真的是蛮累的，这还中毒，哎，操！想挥谁就挥谁，然后这个中毒也太久了，踩到了一个 mushroom， 这命中范围很奇怪，看起来超大，结果其实打不太到人。mushroom， 毒蘑菇，毒 mushroom。哒哔哩哩哒哩哩，把这里塌了。芝麻信，哦，怎么都要弄奇奇怪怪的音乐？这样比较史诗嘛。哎，就是。哎，宝箱呢？不不不不。喷一堆垃圾，这是什么？伤害减少，
Tons of damage. Tons of no damage. 错。Mushroom. Mushroom. 累累，玩家数太多了。看这个游戏看起来好好玩哦，下载。就变成这样，太累了。今天我看很多很多地方有新的 online 广告。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一间，然后做出了熟知的游戏。这名字一换再换，主打动漫式什么全程动漫式过场。然后我一看，同一间，我大概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游戏，就没兴趣。好吧，我中毒还成二，天哪，我那个血球整一整坨绿绿的，我变僵尸了。啊！I'm zombie. 金蜜袋。好，到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哇！怎么又看到观众？变种僵尸卡坦，亚塞卡坦，哦哦哦哦哦哦，煞气特效，哇！我用错技能顺序，没有办法最大化。最后一集打屁股，打屁股，哇！干打到懒觉了，惨！我说打屁股就好了，结果他转过来，是故意的、啊。我按 Q 的时候他就转过来了。帮观众问 LZ 吗？LZ 哦，有没有要去帮 LZ 赎，就是保释啊？我们台湾帝王想要找人家保他出来，不然他就要在里面多待两三个小时就可怜。在桃园的哪里啊？我们住在桃园那个叫什么杨梅附近的，要去保我们台湾帝王，就靠你了。他下半生的幸福，公开征求把他保出来，真的就可怜。没有，没有，哭哭哦，没有。好，我们不理他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仁至义尽。今天下午叫他点，在那边哭。但因为在里面当兵的人太多，我妈某一时间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前进，有移动速度应该就不用翻滚，够快，太美了。中毒，我变僵尸了，那个血条超级中毒，好恶心哦。第八星波啦，阿贝拉索，第八星波啦。哎，打新波啦！追！
其实我看不出来，我那个神圣全能放了之后，我的 F 差在哪里？它从三下变两下，我不知道伤害有没有提升。这是什么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哦，这是什么？黄金修恶魔。哦，打死了黄金修恶魔，喷了一堆垃圾而已，干气死！那就一直中毒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消除底 buff。他一直中毒，好不舒服。不知道，应该不是吧？五层看守所，杨梅看守所，杨梅看守所，帅帅。叮叮叮叮叮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嘿嘿嘿嘿嘿，给你们在那笑 ，good。敲你，干！开大，敲你满脸，胡邪，杀气特效嘞！开大，敲你满脸，哎，撞三下，胡邪，欧拉欧拉，敲你满脸，欧拉欧拉 ，F， 胡邪，开大。打鸡鸡，再开大，是不是一个 SOP？ 就决定是你了，这次我一定要打到你的屁股。哎，准备好，就是现在！哇，就打到懒觉了，真的是没办法。勇士徽章，看你的蛋蛋里面藏着勇士徽章哦。只要打屁股，原来这么困难。修理装备，装备快烂光啦！嘟嘟嘟，嗯哼，嗯哼，耶、yeah ！完成喽！哪边可以修装备啊？情商交易中间啊，不是见过的卡浪琴尼尼安，就是你的尼尼安，尼尼安好像不能修装备，哎、欸，这边应该是这个铁匠，修理道具，全部修理要2000金，干，我才6000金，我是一个废物，哦，没钱了，省吃俭用，干一次他妈修完。还省吃俭用。好啦，差不多快结束了，我们还有5分钟左右。现在要干嘛？打一场，换个职业打一场好了。你们有没有想看的啊？我们有战系、法西、游侠、牧师，就刚玩这一个了，已经玩得差不多了。基本攻击速度普通，跟你们鸡鸡大一样，普通非常快，普通非常快。非常快，嗯，法师，好，那就法师，就是我，看法师拿这个还蛮好笑的，冲啊！哇，第一次看到法师拿那一根往前冲，特别好笑。看，我们不然来换个拉拉队服好了，差不多可以换个拉拉队服，拉拉队。野拉拉队，蛮可爱的。拉队服的效果，换个拉拉队服的效果。哦，真的嘞，这个是普稀有时装，没有我们传奇时装女仆装的效果来的好。不过没关系，加点玩，玩一场法师好。昨天我是玩那个火的，今天来玩看雷的好了。静电场，魔法转换。火焰连锁咒语，
冰寒连锁咒语、雷电连锁咒语。好，要不要点个冰寒魔法修炼呢？算了，我来玩那个雷电歌好了。脱光打一场，这游戏脱光什么都看不到啊，笨！真的是傻傻的。这游戏脱光就是这样而已、啊，相当的普通，硬都硬不起来。幼儿提醒，这样你也能硬，我也没办法了，实在太变态了，痛啊，受不了，太恶心了，是不是？最多让你看个肚皮，好不好？萝莉痛，真的也是蛮变态的。好，就这样。我是女生。随便解个任务好了，去精气森林。好，来玩看雷电魔法师。叠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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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叠，超雷哥，叠叠叠叠叠，超雷哥，叠，超雷哥。看一下一般技能 S。魔法爆炸！啊！第一，静电场，滋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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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滋，超那个，电，超那个，嘿嘿嘿嘿。哎，冰爆！魔法转换静电场，哦，这个比较煞气了。飞出去而已嘛，不怎么样。这个黑狗，这是什么？咒语加速。虽然我不知道可以干嘛，不过蛮炫炮的。啊！啊！操！哦，歼灭弹。电，电死你！超那个电死你！好，前进。魔法转换之后，这个到底可以干嘛？来，研究一下技能好了。不知道为什么魔法转换之后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静电场可变成可在三名敌人头上落下闪电的落雷。魔力爆炸可提高法师技能释放速度，咒语加速，重置冰寒火焰雷电属性技能和冷却时间加速1.5倍。我来点个这个好了，寒冰爆。看我技能好少，看完什么都没有啊！哇，我需要技能，作为一个法师，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。这到底可以干嘛？没什么用、啊，没有很强。为什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法师打起来没有刚刚的牧师爽？这不是攻击职业吗 ？Hello， 还是因为太那个，而且快挂了。Hello， 为什么身为一个妈后排炮台？杀伤力比他妈古尸还弱、啊，唯一能看的就是有魔力爆炸，矮身冲击，好有没有？看都看不到。当我出拳之前，当我出招之前，你就已经被打到了，也就是天马彗星爆炸。好，哦哦，我好像可以试过按 A 的速度来决定我可以丢几颗冰属性的东西的样子。
好啦好啦好啦，真的耶，我都有连指。现在注意到我的 A A A D 是可以连指。电池呢？好，这样可以连指，看起来就强了一点。而且我 dash 的时候会一个咕咚，很像一些什么，就是比较不一样的漫画里面啊，这个怎么样的之类的。死光了没？咕啾咕啾，咕啾咕啾，咕啾咕啾，哎，到了。咕啾啾啾，咕啾啾啾，哦，真的是蛮累格的呢。爬嘞，哎呦，痛啊！超痛的，看要死了，大哥！我终于把他电死了，吓死我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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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结束了，成功了。我是女生，而且我发现她手上拿的彩球，我以为是比较大颗的那种，什么手甲还是啥球，结果是手球。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而且我记得我把那个，我把东西又调高了，图形干怎么是 D？ 那是 D， 高高高。啊，要重开哦。欸，我记得我预设是用高啊，怎么那变 D？ 滴滴滴。好，算了，谢谢大家。虽然我刚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自己变滴滴滴，但是我已经尽力了。D， 好，来看一下高画质的，有没有突然觉得画质变好了？看一下高画质女仆装，高画质女仆套装，好，是不是？女仆的内裤，这样你也能印？看，其实也没什么差别。好像真的是妈的没什么差别。看一下高画质兔女郎装，要换上去。好，看真的是其实也没什么差别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真的是没感觉到有什么差异。没关系啦，每个顶都可以。美乐蒂不一样，是美乐蒂吗？你做梦讲的，就是美乐蒂啊。对，哇，这两个他妈长得一模一样，就因为一个是蓝的，一个是紫的，能力就不一样了，真猛！套装的力量，那套装可以干嘛？战斗力，不知道这游戏还可以战斗力干嘛？不过这生命降价1500，要爽。好啦，以上啊，就是这个。什么地城之关啊？感觉还可以接受。哇！我一辈子都要追随游戏新干线。好，游戏关了，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预设竟然变成低。记得我那个时候有设定成高了，我来不及了，就这样了。
晚一点再看看要开什么啊，先休息啦。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再见。